小三儿，小四已经喂好了，那就再帮我跑个腿儿呗。行，把这个背上。 这是猎狼山的地图啊，小薇啊最爱吃槐花做的点心，这附近就是猎狼山上的槐花最好，只要你采购了槐花回来，就过关了。好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可趁早算了。山又高又危险，夜里还有狼出没，你白天就得回来，你要是不行，那趁早算了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哎，姐夫，小心啊！姐，你这周。 会不会有点太狠了？你忘记乌姐上次采槐花摔成什么样了？又让我向着他，还有你们，把别人给东西就吃啊？你看他一个少主做到这个份上，任劳任怨，毫没架子，就心软了？没骨气！我这么大的一个女婿去哪儿了？ 我也想不到啊，这白日里去猎狼山的人没见出过事儿啊，那怎么夜里还不回来呢？小薇，你不是说他学过武功吗？李文碧，你今天说要考验他，我也没管吧，你让我带着小薇出去逛一天，我也听你的了。可你也太能耐了，你平日里都不敢去的地方，你居然让一个新春少主去，你这息怒息怒。是啊，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应该让姐夫去猎狼山。 小薇，你别太着急了啊！我已经让张叔王叔去找了，他们都是猎户出身，肯定能把人找回来的。娘，我们报官吧，再多写点去找。我马上告知祝县令，让他搜山。快去啊！人找到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姐夫，你是回来了？没事，就是一点皮外伤。让我看看。没什么事儿，只是这槐花难找，它走得太远，路上耽搁了。 不过在我们找到他以后，回来路上真的碰见了狼。狼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是有经验的，一把火炬将狼群全驱散了。你们这个女婿人是真不错，我差点就被头狼抓伤，是他把我挡下，所以才受的伤。哎呦，我好在伤口不是很深，我路上已经帮他处理过了。您不用担心，张猎户，有劳了。不用客气，谢谢老张啊，没事，你们别客气，谢谢老王。啊，他人没什么事儿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好，没事，谢谢啊，谢谢。 但是，这香笼坏了，还有槐花也丢了不少，只剩这么一点。但做个点心应该是没问题。什么槐花呀？都受伤了。这都是小伤，走路都不妨碍。你看，哎呀，快点进屋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哎呀，快去呀！ 岳父，我看看，这是我们济川特有的草药，别嫌味儿大啊，对治疗抓伤特别有效。我自己，无妨。我自己可以尝。让他弄吧，这样他心里还能好受些。少主。 给你煲了汤，一会儿一定要喝点啊！好，有劳二位。今日啊，我跟小薇出去逛了一天，才知道他都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。他也不让我跟小薇插手，他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一遇到女儿的事情就失了分寸。少主，还望你多见谅啊！做岳父的还需要什么分寸？再说了，在这里只有影筝，没有少主。 今日还是对不住你了。其实岳父在我走之前也吩咐过了，这猎狼山不能过夜，还是我自己耽搁太久了。等下次，我早些去，兴许能多采一些槐花。其实，你能为小薇做到这个份上，他心里早就认了。你对小薇的好，我们也都是放在眼里的，只是他这个人啊。 心里总是有那些顾虑。
其实小旭一直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在新川给二位置办房产，这样你们可以随时来小住，也可以随时监督我。你是认真的？不是说要你的房产啊，你是说真愿意我们随时去考察？这置办房产本身就是我分内的事，还希望二老不要嫌弃，也不要推辞。少主，别怪我僭越啊！我就怕，而今你喜欢小薇，自然是什么都答应。可是这九川卓选三年一回，不断有新人进来啊。那个时候，小薇如何自处啊？小薇是咱俩从小带到大的，若以后她姻缘有变，难道她自己不会决断吗？你呀，就应该对女儿多些信心才是。岳父。李薇确实很有能力，这女子商会在我们新川各处都有分号，她在其中也是营收颇丰，比我们这些上朝拿俸禄的少主还要好上许多，所以她有不让自己委曲求全的底气，二位放心。经商一事，小薇在家书中也有提及，我们是知道的，在新川女子不许经商，想必李薇能做得此事，也是少主帮了不少忙吧。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努力。小薇想一个人在外经营，你也是愿意的。李薇只属于他自己，他想外出经商，我有什么资格不让？他虽然单纯，但却很有想法。我知道二老对我的信任还需时日，但你们可以信任李薇，他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慢点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少主，你这是？在下嬴政，愿聘令爱为妻。以姬川之礼，到县衙登造户册，再到月老庙上香立誓，此生不换。你堂堂少主，愿意遵循我们这穷乡僻壤的规矩？在济川，月老庙很灵的，但凡违背月老庙誓言的人，下场都很凄惨。重疾，五子嗣，你不怕吗？既然立誓，绝不反悔。多谢。大早就出来玩，好不容易来一次济川，想好好逛一逛。知道自然醒，所以很少有早餐。这馒头是不错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月老庙不会不开门吧？月老庙应该开吧。我们要去月老庙。岳父同意了，带你去月老庙，立誓听闻。
怎么？主上已经将原主私印交给了我，今后的路会非常难走，而且你就要常驻新川了。现在是你最最最后一次反悔的机会，你要不要再考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跟你留在新川，愿意成为你的妻子，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愿意。小女李薇，以余生向神君起誓，要让胤禛快乐，跟他白头偕老。若为此事，所求所愿皆不可得。既已立誓，永不更改。在下胤禛，向神君起誓，我要学遍这世间所有美食，做给李薇吃，把她养得白白胖胖。凡事都有商有量，别人有的，我妻子都会有。我会努力成为那个值得被爱，也深爱他的。如有违约，天打五雷轰碎了我，然后死去山仙位。可别胡说了，这一楼很灵的。就是因为灵才要这么立誓。反正不能这么说。好，这棵树很灵的，我们可以写信用了。这里也没有笔啊。等着，有啊。那也没有砚的。再等等，有啊。你这身上还有什么？改日我一定要搞清楚。原因的上官的郝家姐姐的，爹娘李仓的老爷的，海棠姐他们的，思思，急了。好了。快高兴。成功落选。你不能看，你不能看。德语真心，你不能看，那是我离开之前写的。看来这数还算准，能对一半。哎呦，写自己的去。哦。成功落选，德语真心，一书一范，天下永安。悠悠岁月，风调雨顺。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。来，我调了四种香料：招牌混合、经典烟熏，这是柠檬胡椒，这个啊是香油大蒜。太香了。好睡。对呀，好香啊。我真没想到我闺女都学会做饭了。那当然了，当然不会了，我就只会调点这些。哎呀，这些调料也很不错，很有手艺的。女婿呢？他怎么还没出来啊？来了来了。他不饿吗？久等了。哟，哇，这个不是在甘川的时候？对，跟宝泉学了一下，就学了个大概。好精致啊。怎么，不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尝尝。好甜呐。
鞋雕得这么精致，真厉害。你看看，女婿对小薇那么好，你还有什么担心的？女婿好，女婿好，这手艺嘛，当然了，比起咱们济川的厨师来说，还有待加强改进。说什么呢？是啊，畅畅，今天你俩登记造册，我这心里的滋味儿。女婿，哎，你先喝一杯。爹爹，尹正他喝不了酒。酒品如人品，喝不了酒好啊。正好今天燕燕，燕燕，小旭绝对靠得住。靠得住吗？少喝一点儿。天仙般的人物，怎么就嫁给你个新川的了？哎，这喝了几杯就胡说八道呢。当时你娘跟我就急了，要去新川找你要个说法，得娶那谁金川郡主啊。这还好是小薇写信跟我们解释了情况，否则真的要给小薇讨个说法。哎呀，都过去的事儿了。明明我说，嗯，我说，我是真的爱小薇，张大海，我和像你们一样，好好待她一生一世，我发誓你们。行，你记住你说的话，如果谁对小薇不好，我死一百回我也要保护她。爹爹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是敢欺负他，我咱喝酒。哎，别喝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。爹爹，行，没事儿啊。那个李三，你跟你姐扶着姐夫去你姐那屋，你爹我来扛。快，扶回去。老太山还不如我呢。回回喝成这样，半壶都没有。哎呀，放好，行了，就这样，等明儿你爹醒了他来洗。你这洗也不是不行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小薇，娘啊就是担心平日里太宠你了，你在外面经不住风雨，可是又实在是舍不得不宠你。不过今日看到女婿是个能担事儿的人，娘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。娘，娘，不好了，姐夫他好像醉得很厉害。哎，你个傻孩子，姐夫醉得厉害，你还不进去照顾他？啊，哎，等等，那个醒酒汤给姐夫拿一碗。哎呀，这个傻孩子，教了多少次了，还是不会照顾人。但是感觉这次回来李沧长大不少。真的啊？嗯，这尹正也该喝醒酒汤了，他酒量特别不好。哦，上次我们喝的不行。哎，不行，哎，你不能去李沧，他喝多了会乱亲人的。说什么呢？姐夫你怎么起来了？来，醒酒汤。哎，我不喝。喝一口。我不用喝，我没有醉。姐夫你这样不行啊。姐夫，尹正你放开他。放开什么？交给我吧，你先回去。哦，
我们去躺着睡行不行？走。你是李白吗？不，我是李沧。走吧。老兔子，别想骗我。就是也就算了，竟然挑人。哎呦，快点快点，要不然到了新川都什么时辰了？好，好，好，娇娘，你放心。娇娘是。快快快！我娘小名叫小美。我爹觉得我娘哪儿都好，就给她取个小字儿，叫美娇娘。快上车！我听懂的时候人都不好了。怎么不好了？你娘哪儿都好，所以当年那么多人追她。六少主，别的不敢说啊，疼爱夫人这方面还得向我看齐。是，一定。上车，上车。爹，我们真的要放弃马车，坐驴车回新川？第一次送嫁就是仨陪着你，这回也得有。来。去了，这人都来了。是啊，夫人，当然是为您梳妆打扮的人啊。六少夫人，对哦，我竟然要成婚。老刘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急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，老刘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了，今天总算是得偿所愿。老刘能娶到李薇，那是他的福气。是，李薇真好。哎呀，又会生活，又会照顾人，多好啊！嗯，是啊，我不会啊。我没有这意思，你老往自己身上揽，你不用管，我会就行啊，我照顾你。哎，这三年不到，这老刘成了几次亲了？算不动房那回，得四回了吧？你只关注这个，怪不得人家走向幸福，你走向孤独呢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他们都瞎折腾，对吧？到了他就一个，我这么多合伙人呢嘛，啊，还是咱们好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替他们高兴。等你等到真心待你的人，你也只管去追。我们都支持你。今天虽然人多，我却没那么紧张了。我也一样，可能今天是六少主和微微的婚仪，若换做别人，我可能还是会紧张。怎么了你？此情此景，我是真羡慕六哥。我什么时候能有个伴儿？你呀，现在不配，你得先去去油。石少主，您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做一些刮油的菜，你自己吃去。别烦。小梅，一会儿是会穿上你做的嫁衣吗？是啊。我也不会缝，从他十岁那年就开始做了，现在才做好。不过这回小薇啊，也是费了好大的努力啊，这才说服了不穿宫里的嫁衣。这也是做娘的一片心意嘛。小薇啊，也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婚仪了。闺女长大了吧，我还真就舍不得。
青春处还在呢。再说这不是件开心的事情吗？女儿长大了，咱们也应该懂得放手。从今以后啊，咱俩好好的过咱俩自己的日子，我陪着你啊。咱俩相依为命，太孤单了。爹，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觉得家里就姐一个孩子呀？我老母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终于，太不容易了。啊，稳重，稳重。我进来，我进来。赶紧收拾个裤子，向他夫君赶上跑了。啊，恭喜恭喜！来了。携手共行，好好待你的妻子，愿你们相互照拂，平安长久。是是，我们一定会的。册封礼成。怎么吃撒张的东西呢？哎呀，和你在一起时间久了，晚上总想吃东西。去拿酒了。虽说是老夫老妻了，但还是需要一些仪式。嗯。哎呀，合卺交杯，明媒正娶之礼，我总算是做到了。来，夫人。怎么是甜的？这个是用果子压汁兑到的米酒，然后加了一些薄荷，让它盛起来更有酒的口感，但不会醉人的。是吗？嗯。你这么喝也是会醉的。拿不正。
哎，你别喝了，怎么现在太久了呢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还是有点酸。让你喝这么多，我鼻子冒水疼。川夫人身体不好，一直静养，宫中内务都由我来打理，偶尔忙不过来，你可愿帮忙？只要何夫人母亲愿意，我定当尽力。近日不少官宦家的女子都只愿请先生到家，不肯去内院书堂，你我都曾在那儿待过，也知道问题所在，若想改变，可有什么想法？尹征身为原处，有督导内外的职责，你也一样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说错了，当闲话家常就是。现如今有更多女子愿意像我们一样出门行走，务工、经商、谋生，官宦家的女子和夫人们也更见多识广，如若让他们只困在内院书堂学习相夫教子的话，他们自然不愿意了。所以你认为书堂可以教他们如何谋生？这几年新川也有了些许改变，给了女子更多自由，事实也证明了女子也能带来金银，只是新川固守传统，往前走的步子不能太急。少主现在每日都要进宫批折子，早出晚归也就罢了，万万没想到您做了原楚夫人竟也要写折子呀。想多少容担多少责吗？那您有头绪了吗？就是头绪太多了，我心里有一万句埋要送给内院学堂，我又必须找一处又不得罪人又有革新效果的地方。夫人似乎真的像夫人了。我以前不像吗？完全不像。嘿，快下来。结束了，辞职了，这么晚？是啊，这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你晚上好吗？吃了你给我准备的糕点。
喂啊！打扰了。回来。给母亲请安。你废除女剑一课，我并不奇怪，但以为你会教习商道，结果却只是在书堂开办了饮食课。是，但我们教的却不是做饭，而是教女子们如何调理饮食，吃出健康，通过饮食搭配来进行养生。学会的女子可以做膳食家、美食品鉴官，也都是我们九川美食会需要的职务。坐。你呀，是想为自己的女子商会预选人才吧？其实也不完全是，我是想一蔬一饭最为日常，通过生活的点滴入手，或许能让大家更为接受女子能自主饮食，日后便能自主穿衣，自主出行，寻己之道。好一个寻己之道。荒谬！袁楚夫人新官上任，便特地叫我来，想不到竟是数典忘祖，连老祖宗定的规矩都敢忤逆。女戒一刻，乃新川女子立身之本，岂能任由你们废除？默默稍安勿躁，规矩是由人定的，那就该以当下生者的诉求为主。如今的女子更希望走出内宅，拥有广阔的天地。废除女戒，只是为了她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更有用的东西。嬷嬷，当真觉得这样不好吗？哼，歪理邪说。这可是何夫人允许了的，难道严嬷嬷也要忤逆何夫人啊？那就让何夫人亲自来和我说，否则我绝不同意。那小人这就去请何夫人，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。不能把事情闹大了，革新本就不易，如果这些小事都要劳烦何夫人，那我们遇到的麻烦就会更多了。是，可是严嬷嬷也说不通啊，咱们该怎么办呀？那就给他上一课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反了不成？严嬷嬷在宫中想必也听过我们九川美食会的名号，今天请您来就是想让您品尝一下我们的菜品。我是不会吃你们的东西的，快放我离开，否则我上告内务厅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您要是不把这些吃完了，我就让您兜着走。你敢？你猜我敢不敢？嬷嬷若吃下去便可以离开，若是不吃呢，我们只能按着你的头吃了。你们还想按我的头？我警告你们，若非要如此，你们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吃。嬷嬷的细节当真令人佩服，
你什么意思？嬷嬷如果现在想走的话，随时可以走。但是如果嬷嬷愿意留下来，帮忙品鉴一下酒楼的菜色，那我们会很感激的。适才我们未必嬷嬷吃饭，嬷嬷心里肯定也很不舒服。可见，没有人愿意被逼着做一件事情，即使是吃饭，也得心甘情愿，才能品尝出这其中的美味。嬷嬷，现在您愿意一同吃饭吗？吃就吃，谅你们也不敢给我下毒。这里有四味酱料，嬷嬷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，跟这些餐点进行搭配。适才吓唬嬷嬷，十分抱歉。嬷嬷是良善之人，我们也有打听过，您至今未能出宫，是因为当年你把唯一能出宫的名额让给了与你一同进宫的侍女。嬷嬷当年愿同情他人，现如今为何却不愿意接受内院学堂变革？若是能迈出这第一步，也许可以改变宫规，也许再也不会有人重演嬷嬷的过去。当年出宫的那位故友，就是因为在宫里没学好规矩，出宫以后不守女训，没有受到夫家的庇护，不到一年便病逝了。一旦内院书堂没能让女子明白何为道理，那他们今后将面临什么？所以嬷嬷对我们那么严厉，是为了让我们早日学会规矩，可以过得好一点吗？对不起，之前错怪您了。嬷嬷当真认同这些规矩吗？我想未必吧。就像当初的我一样，放弃自我，只想得到一些好处。但一味的退让，其实什么都得不到。真正的幸福，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。多学本事，就不用依靠别人了。嬷嬷放心，不论内院学堂如何变迁，嬷嬷的地位都不会变的。嬷嬷，我们明白您的苦心。或许，有时墨守成规，会获得更多的余礼。但时移世易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们愿意更变，不怕更变。嬷嬷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呢？六少主夫人的调料确实好吃，那下次就给你多带一些。您再尝尝这个，这个啊也很好吃，这可是炖了好几个时辰的排骨。这个是酒楼的招牌。尹真，我带了夜宵回来。睡着了？抓呢！
装睡啊。你怎么回来比我还晚？顺利吗？爷嬷嬷知软不知硬，有些麻烦，不过都搞定了。不愧是我夫人，真厉害。快点睡吧，不然明儿起不来了。哎，这一天就这么点时间，不能辜负了。辜负什么？再不睡，明天就起不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接到你，我舍不得睡。就这么想我？对呀，想你想你想死你了。你说你每日这么忙，都没时间吃饭吧？不如我们每日都列个行事历如何？行事历。详细到每一刻钟，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排序。如果有人想见你，得提前预约，约定好会面的内容和时间，再把你吃饭的时间排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宿舍人到了时间就会去提醒厨房了。嗯，这个主意好，清晰明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知道你的时间。我也能空出我的时间，这样你就能见面了。哪怕只有一刻钟，我也想见到你。一刻钟，这不好吧？没正形，我睡觉。哎呀，不能光我写，你也要写。你这么忙，我也需要知道你的安排才行。嗯，睡觉。这段时间你代理朝政做得很不错，朝中对你都是赞许有加。姑这趟巡视发现星璧即便是在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行，有一点更是有趣，越是往南方外出行上的女子就越多，当地的赋税也因此得益。反而是我星川都城虽有女子商会，但规模却并未继续扩大。主上若是有意，只需下旨，那都城一定会比南部更有前景。既如此，这事儿你就自己决断吧。故事说就由你继续代理朝政，姑清闲惯了，也是时候放手，让你历练一番了。是。下个月我会再上朝，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先回直隶司。那就恭贺四哥。虽然事情过去许久，但我还是欠你一句抱歉。在沧河我不该利益熏心，一时糊涂，置你于险境。四哥这一趟变化真是不小啊。我随父亲巡守，看到了许多，以革新方式推行新币，这一切对民生实有注意。当然你做这一切也有私心，
但是个人都能看得明白，你更多的是为公。换作是我，绝对做不到。其实我挺佩服你的，走到你今天的位置，有许多条路可以选，但你所选的，偏偏是最难的那一条。四哥，日后有何打算？父亲已将话说死，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指望，只希望能跟西元一起，好好将儿子抚养长大。治理司事务清闲，四哥怕是要屈才了。若是把你调到九川事务司，不知四哥意向如何？你还愿意相信我？九川往来都是人情，这是四哥最擅长的。若是四哥能掌管九川事务司，定会有更大建树。少主，陆少主敬起。公务繁忙，莫忘隔衣住香，起身活络筋骨，一日三顿，努力加餐，兼念妾，方是正道。父，越军行事历，两日后可休息半日，故邀陆少主屈尊，陪同本夫人踏青闲游，共赏春色。少主，这是夫人写给您的吧？嗯。夫人写了什么呀，让您这么高兴？这夫人在宫里吗？在静和殿。哦，那你帮我送个东西。啊？啊什么？哦，少夫人，这是新入宫侍女的名册，面貌姣好的都写在最后两行了。为何？宫里约定俗成的老规矩，这些过于标致的女子，夫人多数是不喜欢放在少主身边伺候的。多谢柳嬷嬷了，但我们还是按照他们的人品能力进行判断吧，不能因为他们长得好看就断了他们的机会啊。可是若少主看上了人家呢？他不会的。是是。夫人您快吃吧，一会儿都该凉了。夫人呢？这是少主叫我给您带来的。这是他爱吃的菜，怎么给我送来了？御膳房知道少主爱吃，特意给少主做的。但是少主说了，这个季节的荠菜新鲜难得，所以让我给您送过来了。夫人，少主这是答应陪您后日出去玩了。夫人，您还喜欢吗？苏总管，哎，劳烦您将这个菜给少主送过去。
太迟。好嘞。刘少主跟少夫人感情还真好，一般三两人爱上来上去的。少主，刚才夫人看到您送的东西之后，别提多欢喜了。这不，又给您捎回来一盘菜。少主，要不劳烦您再多写俩字儿，这样小人可以少跑几趟。这样啊，后天你帮我备辆马车。好，我带夫人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景色好美，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以后咱们就埋这儿了。没发烧啊？不满意？哎呀，这可是新川最好的山堂，风水上。您说的都是几十年后的事儿了。我就是想表达，想和你生在一起，死也在一起，白首不分。你这个不叫白首不分，你这个叫白骨不分离。我们六少主真是人中龙凤，浪漫的方式都和上人不同。那你还没说你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愿意跟你永远在一起。看完了，歌川女官的参选人今日就要入宫了。季川今年又只送了一个人来，而且他爹爹就任的还是我爹爹以前的职位。是吗？看来这姑娘跟你有缘分。好了，进吧。可以了，默默。这些都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。你是季川来的吧？默默怎么知道？上一位季川来的和你一样。好了。包袱收好，进去吧。谢谢默默。默默，我有一事想请教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你查一下吧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如果今天我想逃走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也不会怎么样。六少夫人，把包袱给他吧，你跟我来。
真的很好。哎，家菜有没有一双筷子？啊。坐下吃吧。啊。午膳没吃饱吧？是啊，我规矩那么多。而且，我不信没有落选，那就更完蛋了。你想落选？谁会千里迢迢都来到这里，去嫁一个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的人？就算他是新山少主。原来，你以为你来这儿是参加核心卓选的？那不然呢？我真跑出来，他们不会来抓我吧？我爹在姬川，他只是个小官，我真的不想连累我的家人们呢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保护你。真的，从你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你在宫里一定地位特别重，刚才那个嬷嬷也是对你恭恭敬敬的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你是姬川哪人啊？我是朗月县云溪镇人。嗯，我叫张枣。朗月县，你知道朗月县？你也是姬川人？我之前就听我爹说呀，上一任姬川出来的女孩子，现在都是原楚夫人了，真的很传奇。刚才是他嬷嬷叫你六少主夫人。啊，好像就是你，那真是你啊！我们那儿全部都是你的传说，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你。你能带我离开吗？你还是先吃饭吧，一会儿我要带你回去呢。真是，是原楚夫人，也是没有办法带我离开。不要担心啊，夫人你呢，对我有一番之恩。我会把你交代出去的。你们看这新城宫殿，和我们那儿真不一样。哎，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是从苍川来的，我是从金川来的。金川呀，好地方。去吧。谢谢你。如果我真的不幸被留下来的话，我还能去找你玩吗？当然了。我呀是单川来的，我们那儿以辛辣为主，平常呢都以这个茶解腻。下次啊，我带你们尝尝。你都想参选什么职位啊？我想进治理司，户政司。我也想进户政司，那我们一起啊。我从小学武。我这次要进兵马司。兵马司职位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我们这次不是来参加选秀，要嫁给新川少主的吗？嫁给新川少主？什么选秀啊？你是不知道吗？你是从哪个川来的呀？我是从纪川来的。不知道什么呀？这届的九川卓选已经改制了，不是选秀，是选贤。我们都是来参加女官选拔的。女官？你们那儿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？你别害怕，现在是没有人会逼着你嫁人的。在我们单川呀，女子的婚事都是自己做主的。小薇，做什么呢？逗小孩呢。你们说我适合什么职位啊？后厨怎么样？我很喜欢吃的，还会做的。
选拔开始，授玉牌。授。什么？不是真的就一个愿意跟我相亲都没有？石少主，小人要斗胆说句实话了，您在整个九川相亲界已是令人闻风丧胆，如今九川着选也已废除，以后恐怕您只能通过改变自身，给自己个儿去去由来找媳妇儿了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不带你们这，不带你们这样呢。干嘛呢？摆盘。这些菜有些眼熟啊。这可都是你着选的时候偷吃的菜。今天日子特殊，我就让刘宝全重新做了一份。要不是有这些菜，我也不会认识你，更不会娶到你。得了吧，你那时候娶我只是为了给川主分忧，说的像那时候就喜欢上我一样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你是从那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？那倒没有。不好笑。嗯，生气了。第一次见你，你把菜摆成这样，我都没有生气。来，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？奇怪中又透着些许有趣，竟让我生不起气来。你是谁家院里？六少主。阴差阳错，我们成了亲，你却误以为我要死了，竟还给我披麻戴孝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我的胃病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命。后来我答应你，会设法送你回家。可在单传时，你说等回济川要找一个两情相悦之人，那时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，也还能有我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我输了。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其
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流年里，我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，和你这样平淡的生活也不觉得乏味。你觉得这样的答案满意吗？嗯，勉强凑合。就是中秋节了，何夫人将中秋宫宴的事情交予了我，我看菜单呢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明日云逸也要来，他来为新上任的女官讲课。啊。那明天白天你是？明日白天我得出城，三少主卖了几间旧铺子，要给女子商会添几个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那晚上呢？晚上我得准备宫宴呢。行，你忙。那我去忙了。你忙吧。夫人忙。少主，您这是有话要说？说什么？夫人，我们这么骗少主，他不会真生气吧？不会的，他怎么会真的生气呢？也是，少主脾气那么好，对夫人就更好了。少主，少主，时辰到了，您该去静和殿参加中秋家宴了。这么大老远，终于成功签下分店了，也不知道明年能拿多少分成。怎么了？夫人，这车轴坏了，走不了了。再赶不回去，就来不及了。这个才来的，这个父亲，母亲。哎呀，老刘来了，中秋吉祥。嗯，还迟到，大过节还这么忙，公事公事。哎，李薇呢？啊，刚才他还在酒楼做收尾工作，估计很快就到了。啊，哦，刚才老五啊，好了。那个来的差不多了，都落座吧。啊，哎哎，
要不然咱们不等了，今日中秋难得团聚，咱们先开席。好，开席。来，大家都快点吃吧。好，来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打完了。给我加点菜，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哎，多吃一点。这都开席了，怎么夫人还没有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呸呸呸呸！今天这大好日子，千万别乌鸦嘴。哦。哎，你听。夫人，长寿面销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开工。开工，走。等等，太高了，我下不来。夫人慢点。快走，快快快！好。哎，来，我再给你加一个什么？鸡翅。啊，快鸡翅。这个好，这个你肯定喜欢。中秋之后，我准备启程去趟代川。代川好地方呀，待会一块去啊。看你表现吧。什么叫表现？我这都是发自肺腑啊。听说你的胭脂摊已经闻名都城了，需要资助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我是不会要任何人的钱的，我就想看看只靠自己能走到什么地步。以前我只想依傍着旁人，今后只有我配做自己的东家。只要你想，就能去到任何地方。一贯大人也是，来。今日我们应该不用敬酒了。不用了，大家都了解我们，那我们吃就好。经过这两日的熬夜苦练啊，下一次我绝对不会错，一定把那十六个人分得清清楚楚。你可别说大话了，上次、上上次你可都是这么说的。这一次真的不一样。刘曼，你看大双眼皮、高鼻梁、单纯，鹅蛋脸、圆眼睛，啊，一个眉毛高，一个眉毛低。那是妆没画好，你才一个眉毛高，一个眉毛低。哎，是我说。哎呀，今天热闹，老九、老十怎么没来呀？啊？中秋节，九川美食会那边忙不过来，老九去帮忙了。老十呢，听闻整个新川没有一个姑娘愿意与他相看，就去了别的川再试试看。嘿，哎呀，姑的这些孩子里啊，都够不省心的。我省心，我最省心。你省心，你省心，你好好吃。你们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我有点装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应该快了，别前功尽弃。你快吃，快吃。好。来来来来来，嗯，漂亮啊，今天。你的生日跟中秋是同一天，这大家可都记着呢。真的，真的是真的。是你夫人让我们瞒着你的，六少主可不许生气啊。是啊，李薇准备了好久，就是要给你惊喜。那后面年生辰，我们大家都陪你一起过。好，嗯，来，一起过，一起过啊！来，大家，正好李薇也到了，咱把酒啊给满上。这酒是我从金川带来的，专门给大家助兴。嗯，这酒我是知道的啊，你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就多喝一点，好不好？今日我们借此美酒，一起祝老六天岁天福。好，天岁天福。多谢。
薄。我此后可能不能再饮酒了。为什么？太医来看过了，他说你快当父亲了。真的？我偷偷告诉你，等太稳了之后再告诉大家。好。我提议今日大家齐聚，我们共同举杯欢庆这中秋佳节。恭庆中秋佳节。是汉天三哥。哎，这月饼片我都带回去点给我的节气们吃。什么你的节气啊，再胡乱说话给你踢下去。哦，不是不是我的。好吃，尝尝。好甜啊。甜才是人生本味嘛。这要是以前的原因啊，肯定会说不够节制。你看现在，就是啊，现在这样多好。给你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现在不太爱吃甜的东西，就想吃点辣。得了吧你。五哥，节后有什么打算？啊，跟父亲说过了，节后我们就出发，先去代川，然后再沿路看看有什么没去过的地方，争取啊早日走遍九川。五少主的规划很清晰嘛。那你就听他吹牛吧，他一出去就迷路，还走遍九川呢。你能把九川分清楚就不错了。带不动，真带不动。三哥呢？问海棠，他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这还差不多。不知道明天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什么地方，能不能像今天一样聚集。